我觉得中国人都应该喜欢纸，因为纸造纸术是咱中国人发明的。你发现没有？就推广这么多年，七八年都过去了，就中国人天生对纸有一亲近感。对，他还是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亲近的。这个是血浓于水的。对，这个是真的，本国发明的文化自信真的是有的。刘少天这个染色的工艺还是跟那个曹真仪，就是非遗的那个纯真人曹真仪老师学的嘛。我跟曹老师在染色上我沟通，曹老师就说你颜色其实可以用很多种，但是不要用更多的就是去刻意变化它，就你一圈一层一层一层的铺这个颜色上去，最后让颜色靠自己的冲突与矛盾来最后体现这个画面而已。这多香！嗯，这多香啊！齐吗？齐吧。那边呢？手。等会儿先控会儿。我都留，要那颜色留。一点点味道，顺着这边，你竖起来可以让它顺着这边。我竖，我高了它、嗯。对对对，因为这边是湿的边，它就好了。这正面。哦。就交给你了啊，发展完了。OK。像什么呢？可以再来吗？还有纸。没事，这也是完美的。哎呀，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台湾、江西，哎，对对，江西的燕山，对，西藏白水香嘛，因为白水香就是一个西藏的比较常用的一款植被，白水香纸，这个我喜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谈藏纸，就都是宗教题材的版画，写经、佛造像等等其他的。这款那个白水香呢，它这里边很多加工工艺，一个是这个拼色，然后对，然后它拼的是金属色。种子纸吧，麻麻的要不要牙吧。环境保护的非常好，这是第一。然后大量的白麻的种植基地，构树野生的都能见着。嗯，就是我们这些年这个绿水青山很好。嗯，造纸人暂时造不了，我觉得那是暂时的市场行为啊。但未来如果说更多的人知道，就还可以恢复的。对，恢复起来很快。嗯，这个就是中国手工纸的现状。我们不是说去乡下那儿都热火朝天的开工的，并不是。至少80%左右都是在停工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订单，市场不好，这是一现实。嗯。
觉得有点太那个啥了。我当时觉得，如果我要用的话，我可能会用这个，我可能用。但我就其实要建议，就是如果你那什么一点，你让这两个是对上，而不是搭上，让它对上。对上。对，你尽量让它对上。哦，对，可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对，你需要一点点量才，别一下才多了。嗯，对，就是尝试着一点点多。对。希望大家对这些传统这些手工艺，然后应用纸的这些不同的这些技艺，然后也有一个兴趣。真吓人！拿一个灯不好展示吧？你好拍吗？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就这个，首先它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剪纸，然后整个这个展示的形式是以这个灯光的形式来从后面透过来，然后来体现这个剪纸的这个样式啊。然后剪纸呢是肯定是手工嘛，纯手工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故事呢说的是这个中国一个传统的这个典故，叫玉兔捣药啊，是在月亮上面有这么一个玉兔，然后呢它是在，你看这个图形也是这个圆的，就是月亮。然后呢，我们把它灯关掉，就看不到了。就是这样看起来，就是月亮还没有亮起来，然后没有亮的时候，但是月亮一亮起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了。我都快四十岁了，对吧？39岁在左右，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干嘛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多少时间了？对吗？对。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做一间工作室或者做一家纸铺，其实目的呢就是想让这些真正能够想要找到这些纸的人能够有一个地方能够方便他们来选纸，然后呢能让这些造纸的纸坊呢让他们造出来这些很有意思很好的纸有一个地方能够展示出来，能够供人来挑选。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想做这么一个桥梁，然后把双方能够联系起来，就这个事儿也是我们能够一直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支持我们一直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力量，能够改变一些什么，能够让这些纸坊能够过得好一些，能够让这些用纸的人能够更方便和快捷一些，就是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觉得能做的，他们可能也就是这些吧。